第一期電子消費券昨日發放之後，大旺零售市道。有餐飲集團負責人話，分店平均一半顧客都係使用消費券。我睇過我哋四十間分店咧，就多嘅地方咧就八成用消費券都有嘅，但係少起上嚟嗰啲分店咧就都有兩成幾三成嘅，平均就都大概一半到會有用消費券咯，所以都算幾高嘅，我都覺得都算理想。可能咧，琴日生意突然間急增啊！我都留意到即係網上有啲話嗰個電腦系統負荷唔到啊！我自己公司琴日朝頭早嗰個會員系統都真係 down 咗幾個鐘頭，咁啊唔知同呢啲即係連帶有關係定純粹唔好彩。